所以请各位记得1月13政党票请支持一下司法改革党，支持一下党主席张进，谢谢各位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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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阮自阮阿门港祖先来到阮这台已经400几年啊，阮无对不起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家，嘛无对不起你高雄市政府，佮更加无对不起你遮承办的人员啊。我嘛好咧啊，款待好咧啊，甲恁讲，恁要创啥，我嘛配合啊。重点是阮伤软啊，随在恁讲啦，有够可恶啦！一个千错万那是安尼哈，我看到啥？我看到干木叫的人，一对一个矮狗啊。哑巴的人，伊无法当语言表达，家硬拖出来，伊的物件用乌袋啊，规个吼拢家重感，家短短等伫外口强制落去卡。迄、那个下到啊，紧张啊哈，伊无法度，伊他用救护车送去小港医院。哎、欸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妙鸿曾教授吼，登记牧师啊，今仔日来遮和咱乡亲交换知识，来，今仔个请到吼咱正贤啊，基林前镇小港的立法委员候选人，哎，去个唔惊死个要正偌使用咧，单局下底诶，第一号海洋局诶，啊，甲你介绍啦。各位乡亲，中午时段大家好，啊，真感谢吼，啊，咱陈牧师呢，过来甲我一个拍片啦吼，真感谢。啊，各位乡亲，中午时段呢，啊，我是司法改革党所提名伫即个高雄市前镇小港基镇诶候选人，啊，我叫做李正贤，感谢，多谢陈牧师。来，正贤啊，是，啊，你即马吼。咱你一定要关心到你前镇、小港、基镇这三区域的事情嘛？是是是。啊，你即马有啥物？你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要甲咱乡亲安尼讲一下吼，来请讲。诶，感谢啦吼，感谢咱陈牧师哦，这个机会。其实即马目前呢，伫咱公司这个话题吼，就是中央拨款的这个问题。当然啦，嘛感谢这个中央呢，会当予咱公司高雄前镇渔港，就是我这个选区，啊嘛是伫我这个住伫这个前镇的隔壁遮啦吼。啊，我嘛希望讲这个情形呢，啊，我会当请咱詹博士吼，啊有机会来到现场呢，来拍这个影片呢，要予咱全国加海内外乡亲士大呢，啊来看。感谢因有编这个81亿，但是。咱来了解台湾的财政呢，是相当的困难。81亿，起来高雄市应该会当建设真济物件。哎，夭寿啊！81亿呢，迄是世界性吼的建筑物吼，要从前镇渔港生出来呢。是啊，我这两啊这两日啦吼，本地乡亲，我先甲咱讲一下吼，我这两日啦吼，本地是要来小港去。快出钱交。要甲小港渔港吼，好啊，甲拍一下，拍一下吼，啊都风台天啦，啊风台天啦，我懂吼，啊所以讲袂紧，咱即一两天哦，咱陈博士会继续来追踪这物件啦吼，我要甲各位报告，这81亿唔是无好啦，咱了解吼，其实是本来是3000万尔，要来处理这个前镇渔港问题呢，啊所以中央呢，收济钱，有钱无得开呢。啊，拨来哦，咱这个单期卖市场啦，吼。哎，好，恁在高雄人福气。啊，当然，我高雄人福气啦。但是咱来了解，伊予这间瑞筑营造厂呢，来这个招标就20几亿，我要甲大家报告吼。因为我以前呢，嘛是开公司，而且呢，时常咧开标啦。伫这个招标的细则内面当中呢，有一条足严重，就是讲你以前。那捌违规的，吼，包括讲类似营造的桃园地门产嘛，新潮流的哦。做市长的时阵呢，啊，轰动武林，惊动万家。有一个小小桃园的地摊呢，啊，伫即个乌球馆啊，规个所有的天花板拢总倒落，闹着即个国际的笑话啦，而是拢总来报。所以你讲想，竟然遮尔济钱，诶，即个。
编伫个公司呢，希望讲甲即个远洋的即个渔港呢做好。但是你甲想，予咱上担心的，就是遮的违规的一挂营造厂呢，啊一再和平进动执政当中呢，拢总是即几间，难道无其他厂商吗？所以我一再啊，我身为即届司法改革党的立委即个参选人呢，我希望呢，咱陈博士甲我一致的，要来到即个整体渔港的即个渔港内面呢，来看个看个究竟啦、啊，到底即间厂商是咧变什么样？其实哦，进来我讲一个啦吼，以前哦。我在国防大学我是资讯类的采购组组长啦，所以说有关资讯作业的计划、招标、验收我就熟的啦。像这个哦，瑞筑营造嘛，是啊，伊伫高雄啊，咧抢，伊伫迄落通叶通巴德羽毛球馆吼，一个人抢安尼吼。应该按照采购法规里面吼，本来就袂使，不是应该他应该是吼。被检讨，然后停权呢？而且停权都有一年、两年、三年了。你这种违规的厂商都未当去投标啊嘛？哪有可能这个工程再给伊呢？因为羽毛球场已经违规，我嘛是开公司的啦吼，我一年嘛是标过6000万的这个一挂服装的工程呢。你竟然给违规的厂商，我给你保证一句话啦，这完全是内行通外鬼，你。正常的采购了，是正常的采购呢，在哈采购的计划里面，计划有时候连想我执行类啦，有些计划有些我们写不出来呢，因为那些高深的科技，甚至于最新的产品那就要委托外面的厂商把他们的技术写进去了，是啊，所以说有时候绑标就在采购计划里面就绑标了，是绑什么标？绑特殊规格标了啊！进入招标的时候，人家一看啊，这个标哈是人家已经固定的了，看人看标就知道了。我甲朴叔报告一个代志啊，其实像阮请来开行标场的哦，这个标会标就未标就，阮标单刻在内面的内容，阮一看就知道啊，这已经绑标去啊，所以我咧讲，这81亿。应该呢，伫公司伫这个整体银行，应该是会当讲像国外呢有将近呢10个这个鱼港的这个医生啊。你若是讲小小的一个整体鱼港竟然用到81亿，所以呢，我身为一处整体小港基地的立委候选人呢，我一再呢一直要对这个医生，而且呢要到现场，有个人讲空吹布置。我要含陈博士，我嘛邀请陈博士为台北来，来遐，甲安尼前后来甲看卖，甲这个影片呢，拍出来，互咱各位这个海内外乡亲，以及咱台湾的国内呢，互乡亲大家来鉴定讲，民进党执政到底是咧变什么嘛？都亲，伟哥啊，亲像啦，高雄市是安那有3000几亿全台湾的这个债务啦，最近个。来，这个张博士来讲，我嘛带伊到处看。其实人口是一直外流呢，是安尼医生这么多，拢总期望啊管啦，拢总咧歪歌起串安尼啦。其实哦，正来我讲一下啦，咱乡亲哦，两个在一起就有一个比较啦，咱来比较啦，瓜分的个天母棒球场哦，伊台北市政府卡摕8000万出来啊。魏全龙队摕4000万出来，拢共1亿2500万吼。去台北天母这环公式的棒球场哦，你想看嘛？1亿2000万，只是一个球场的改造，1亿2000万好啊，数学要死。变成国际标准嘞。新竹棒球场嘛是同款嘞，十二亿，看我夭寿得。我甲朴树，我运动选手一个，12亿。竟然阁无符合标准，下骹拢粪扫，甲即马12亿开落后，拢总袂当用，予国际咧看笑话安尼啦。这种民进党执政，你甲想，各位乡亲、海内外乡亲是大，各位，我事实甲即个情形呢，讲予遮咱海内外乡亲来了解，毋是我咧乌白讲，
咱嘛是爱台湾本土的一个政党啊咧，需要改革党，所以咱要用着咱张晋主席的这律师的问题咧，好好啊来监督整个台湾以后的采购的采购的物件。我讲给你听啦，新竹棒球场吼，舒适的程度哦，应该十倍天母棒球场，十倍，因为乌神哦给十倍嘛，十倍嘛，一个1.2亿就可以把天母棒球场弄得这舒适啊！你想看嘛？81亿的前镇渔港哦，等于讲哦，72倍的天母棒球场的乌神啊，72会当起72个天母棒球场的这个规模哦，的乌神哦，你到底前镇渔港你是卡做安啦？所以我甲詹某叔报告，民进党一百年来的执政哦，实际讲，就像高雄市安尼，天怒人怨，该开的所在唔去开，拢总客哦，民进党啊，加一寡来执政的这个关系，但是因做啥物？因做啥物？因只是会晓摸大腿而已啦。所以咱海内外乡亲，咱台湾的乡亲，即届选举绝对袂当。和民进党继续执政，所以我有一个口号：单局爱坐牢，新潮流爱倒，咱台湾才会好。所以咱各位乡亲时代吼，希望呢啊，咱甲这看着阮的直播，会当分享，和咱海内外乡亲以及咱台岛内国内的遮一寡兵来看，民进党绝对袂使哦，继续执政。我一向认为所有的贪污啦，贪污吼。现在是民进党完全执政呢，是硬拗硬黑呢，所有贪污的预算吼，都是所有贪污的成本都是绝劣制吼，小微福利啦，像银发族的照顾啦，吼婴幼儿的照顾啊，伊吼那愈贪污愈多，所有的婴幼儿的社会福利啦，全部拢是在跟起的呢，这是我一直坚持讲吼，一定要把贪污的结构抓起来了。我好啊，詹某叔报告。即马民进党咧用人吼，用两种人啊，用一种假骗，一再骗，搁再较大假骗的一种人啊，吼、嗯哦。第二种咧，就是配合民进党执政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叫你做啥你就做啥，种摸大腿的人。所以我会感觉讲，即届咱希望咧，各全台湾的乡亲准备时段咧，我讲新潮流爱倒。如果你的选区内面，有新潮流的人呢，100%绝对袂使有新潮流去在倒，因为新潮流是危害台湾的祸患呐。啊，所以讲哦，真侪乡亲哦对我批评啦，批评讲我是啊，我军校、我中正、理工学院的哦，拢替国民党讲话，歹势哦。你们听其言，观其行呐、啊。是。你看，小弟哦，没有主观的意志，我哦。把客观的田野调查拿出来，让恁大家了解。阿摩港的人是安那叫吼，叫吼灭村，吼安那无摕补偿费啦。啊，搁有啦，大拿埔即马有880亿啦，迄阵本地讲780亿啦。啊，迄个个阿公讲即马是880，啊，管你780亿，880亿要补偿着大拿埔人吼。我甲你讲啦，伊若叫小好吼，全部拢吞去，因为即马吼。大拿埔的人哦，到即马，所以讲哦，到即马拢一个人拢无摕着，所以讲我即马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所有的贪污都是绝劣制，小微福利啦，来。所以讲伫遮吼，我要拜托咱乡亲中央时代，咱7月1开始呢，啊已经有一个司法改革党成立，咱拢希望讲，让司法改革党
不管是分区也好，区域也好，好十个人去你啦，十个十色去你的话吼，咱即个伫咱台湾变作一个清廉，只要你有贪污，你看民进党真执政，到处贪污啦。所以讲，咱希望讲，互咱所干警党的人员入去伫这里法院呢，该司法的，该贪污的呢，咱拢一定吼该拼，吼，互咱整个台湾的种司法以及啊，加一寡即个预算呢，拢会当较结实来造福咱的百姓安尼。民进党共产党化了，有少数在操纵主导政策的人，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了，输了败国了，输了亡国了。我觉得民进党有少数在操纵政，在操纵主导政策的人吼，我觉得这一部分的人，这一部分的高层哦。民进党共产党化了，这是三十年来的民进党，这是过去党外时期的时代，通通都没有的。我以此，我觉得这些家伙这些人不但害了民进党，也会害了。我安尼哦，今仔日，互咱乡亲了解，吼、哦。即、这个内铸营造，是这是有问题的营造厂呢，这有记录的嘛？哎，咱台湾哦，营造厂哦，我话千外间拢无问题呢。八百间、千外间。哎，对，啊，是安那吼，这间营造厂哦，拢总是因只鬼个咧踅来踅去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包括像行政院长落台起来，落台起来，啊，这厂商是违规的，落去搁来。一直包一直包，整个台湾拢将因一几件安尼包。哦，较早哦。啊，你这调查局，你这法务部，你免查吗？敢爱查？竟然拢无啦，拢点点啦。嗯。因无咧办绿色的，而且管市长啦。嗯嗯。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讲哦，今仔日我们是扮演哦万马翁柯南啦。我自己感觉啦，这真正小回吼、哦。我本来我是。无关世事，但是我这么感觉吼，民进党外国啊太过分了啦。是，所有机密封存三十年了，甚至哦，林总统哦，蔡英文哦，这么要逼空啊？看总统的博士论文，他的升等过程都要机密封存三十年，你也敢被骗笑哎？对不？这是一个真未见笑的代志，靠人封存，封存你机密，咱无话讲啦，甲其他学历也咧封存。啊，比我这个读高中的候选人，更加不如讲真正。这五毛球国手啊！啊，所以我来讲，我若讲今仔日吼，卖讲朴素啦。我一个细汉后生读硕士，我就感觉哦，阮这后生真正袂歹吼，读硕士毕业。啊，人毛穿硕士服，啊，我借问的，咱这个蔡英文总统。啊！你嘛穿解放看卖背单啊嘛、嗯，啊！全世界拢咧关注你想朴素，嘿！那我摕出来我看，代志光宗耀祖的这个代志是安那你唔做，所以讲这种白贼政府所带领出来，加一寡民进党拢歪哥白贼咧执政安尼啦。所以讲哦，乡亲，咱大家交换知识，到底哦，阮司法改革党讲的是唔对哦。你即马吼完全执政，所以讲我来感觉吼，台湾吼，和国民党完全执政，和民进党完全执政，规卡拢派去，最好是多党政治。所以讲拜托拜托，加其他的小党，譬如阮司法改革党，旁的，大家起来吼，四五个、五六个吼，多党政治安尼个巧安尼个弄，我跟你讲，贪污的情形就会吼。逐渐的改善，好、哦、来，最后几分钟，正啊，这几个论。恭喜乡亲，中央时代哈，啊，感谢咱詹博士给我这个机会呢。啊，我会陆续，甲这基丁啊、前丁啊、小港，而且一挂问题呢，啊，提出来甲乡亲啊，这个参考啦，吼。啊，那如果有关伫前丁、小港、基丁，恁有遮一挂事项也好啦，吼，需要甲咱反映的呢，啊，我拢一啊来甲恁。去甲你拍片，互咱乡亲时代，因为阮一直要行即个基层啦，我包括我含詹博士即摆已经咧计划吼，要安那来做直播后置，诶，即个路口开讲咧，啊，即个阮拢要来已经开始来要来做吼，所以咧嘛希望讲即届咧啊，
咱乡亲中央时段哩坚定，小港基丁这乡亲中央时段，和司法改革党和李政贤一个机会来为咱各位乡亲时段来服务。感谢，多谢，希望呢啊，乡亲听嘞，要敬即马之中吼，要敬落来敬就唔惊死的，司法改革党者吼唔惊死的，那你们以后吼。那什么机密封存在的装病啦？装病，装病，绝对，绝对装病的啦！已经要改装病了。除非你国防，迄就无应该哈。其他包括高端疫苗这个啦、合力的啦，吼、哦，买这个价格，因为只要我上任，第一天我就为家人装病。阮主席张晋嘛有交代，该讲的、该做的，咱。对，爱做，感谢，多谢。好，安尼好，咱今日乡亲交换地址到这 ，OK。谢谢。丢俾你妈子。多谢，谢谢。嗯，哎，感谢。民进党控制媒体的能力是前所未有的进步，所以执政好坏不重要，控制媒体比较重要。DPP 的概念很简单，就是说我反正执政不好的啦，我怎么样都搞不好啊，因为他经济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军事也不行啊。只要把媒体控制好就可以了。只要把媒体控制好，天下太平，弄坏。